是这里吗？对啊。对，我知道，这是鼻孔 A。可以耶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不管你，他直接掉下来了。你他妈立马全都傻眼，他人叫你拿来滚蛋。好了好了，祝你开大奖。至少比刮刮乐划算吧，我今年一张没刮。我很少玩这种大球，在百货公司我只玩过一次还两次。嗯？你要去许我许愿那个大奖第一名落地等你。这个真的奶的好好，好拉开了，我在开啊，难开，开另外一边了。我上次玩好像是去年九月的，不是，前那个抱枕也蛮不错，那个。那你要不要？是啊，是啊。你要先都撕起来啊！我撕啊，你没有撕起来，这边就还在，胶都还在啊。不能靠蛮力啊！是 Gorilla 撕开了，然后这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这里也好，又差很多了。没有，只是轻，只是边难开啊！你好配哦，我开了。好啊，你开嘞。有。我看你那里还没那个。这里啊，明明都开了，我刚刚还没按，他就给我。强迫中奖，我会抽到二奖。你要什么奖？你要二奖？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奖，那种奖品蛮好的，想要中。我不想卢卢米的东西，我想要你。什么东西？吸水杯垫，恭喜中奖！好了。